矗立于九龙东商贸区中心地段的摩天大楼，观塘道368号，由益京发展全力打造。项目楼高约155米，视野广阔开扬。观塘道368号采用玻璃幕墙，外形设计独特，时代感十足。楼高33层，地下及一楼设有商铺，消闲饮食一应俱全。二楼特设平台花园，为繁忙的工作增添一份悠闲舒适。另外，地库设有三层停车场，方便驾驶人士。写字楼大堂位于一楼，29层写字楼分布在3至37楼，单位面积灵活多变，由约654至9566平方尺。大部分单位更有区内稀建约4.7米特高楼底，适合不同行业。部分单位更可享私人平台，奢华体验，优越无比。另外，最顶四层维行有全层单位，私隐度极高，更可享维港景致，独树一帜，是企业旗舰办公室首选。地利是成功的关键，物业往来港铁牛头角站仅三分钟步程，完善基建配套，多元社区设施，加上新近通车的屯马线和未来的沙中线，项目交通贯穿东西南北，优越便利，尽在掌握，配合观塘区内多个千亿基建项目，成就商业共融互利，发展空间更胜传统商业区。观塘道368号预计于2022年第二季落成，势必掌握未来无限可能性。